风光明媚，鸟语花香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我的头发上，但是我现在还挺冷，请问我这是身在何方？啊，原来是在北京的一个小胡同里。我们现在呢来了一家，哎，你好，好，现在来了一家这个小餐馆，然后准备开启一个。嗨，你好。对，全新的计划，Let's go。饺子有几个？对啊。必点硬菜，烧肉来一份。好，先这样。我们点了稍微比较多一点，但是因为我们随行的有5个人，所以我们还是能做到不剩饭，不剩菜。哦，这是鸡汤。萝卜汤。春。这个好香啊，我最喜欢吃这个，都是我的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好开心啊！哇，这坑好棒啊！烧烧香龙鱼村，这是我们送给您的。哦，送我的，哇哦！那个3周年店庆，本周到店消费的话，都是随机送一个菜品。那我要开动了，我要先吃，要先吃这个，这个要趁热吃。我看他们都这样，是吧？哇，这个看的好棒啊！这两个酱有什么区别啊？是梅子酱，这是沙拉酱。哦，这酱好特别，它有一种那种有一点点芥末的味道，有一点点。这个好好吃。裸包，闽南语叫蛙贵，这好吃，但这个就是有点烫。它这个蛋炒的好好吃。啊，好开心！喵喵喵喵。嘿嘿，我其实已经吃了2份主食，一个萝卜糕，一个，对啊，我就爱吃主食。下，哦哟，哦哟，哎呀，抹脸上了，好吃哎，哇，这好好吃啊！
中场休息一下。哎，盐呢？哇！好酷的感觉哦，就是那种又补，但是它又很清爽。此时拿着手机的你，举在了自己的头上，请注意，千万不要一个不留神就把手机砸在自己的脸上。相信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对吧？要不别挣扎了，起来点个夜宵。深夜放毒，哇，这汤好好喝。啊，好吃饱了。饭后当然是甜点，甜品是一顿饭的句号的灵魂，对吧？现在躺在床上的你，如果还没有起身的话，那明天午饭记得给自己奖励一球冰淇淋啊！我先开动。这个好好吃啊，它是那种不是很甜的。哦，好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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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知道我这个人啊，我夏天不会想吃冰淇淋或者冰棍，但我一到冬天，我就特别想吃冰淇淋和冰棍。三点吃完了。今天我们来到北京胡同的一家粤菜馆，然后尝了很多。就是本店的一些硬菜吧，主食点的稍微多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，特别的好吃，那个肉也很棒，然后饭啊汤都很棒，但我个人可能最喜欢萝卜糕，我觉得萝卜糕很好吃，配上这个酱，所以如果你们想来打卡就来吧，就我觉得是值得来的。我们就期待第二期啊、的一些跟第一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这是我第一次做，所以第一期如果有任何的你们想提的建议也好呀，你就想要我去哪也好啊，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说，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一一解锁。反正这是一个为期大概17左右的一个新企划，然后希望你们喜欢。我有这一个丢魂的点子。趁着等红灯的这个时间，跟大家强烈的给予一个建议，就是来胡同的话，最好还是不要自己开车，因为找停车位还是相对比较麻烦。对，而且车距如果超过5米，就不会让你很方便的去停车，所以。这个大家来之前可以做一下功课，我就是属于没有做功课吃亏了。